陆云那边呢？有动作吗？还没有。那就告诉陆云，阮洋洋就在美铁村。好的，夏总。笑吧，快乐的日子转瞬即逝。你干嘛？我关这个。你干嘛？他会感冒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至于那么紧张吗？不就是淋了点水吗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赶紧带他去换衣服，快点！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出现了？你为什么总是要在别人即将胜利的时候出来横插一脚呢？孔真已经决定要忘记你，你一出现，我之前做的努力又全都白费了。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洋洋，我去亲戚家小住几天，别担心我。五年，捆八六。别动！成，跟我去见陆总。洋洋，门锁坏了，找一个师傅来修。知道了。就知道耍